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亚，今天呢要来拍摄我2022的桌历，然后这一次呢从服装、造型、场地还有风格都是我一手去做设计的。然后这次呢，总共提供了5个主题造型要给大家，而且呢，还突破了我以往的拍摄风格哦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